各位读者傍晚好，欢迎收看2017年9月28日光华夜报抢先看。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清洁工永救送院，老翁昏迷不治。槟城大山脚春江园一单层排污单位周三发生火警，一名见义勇为的威省市政局清洁员工奋不顾身冲入屋内救出昏迷华裔老翁，为老翁送院抢救后最终不治。该名见义勇为的市政局员工事后不愿受访，在媒体底部后迅速离去。名牌包包赝品仅以正版包的18000价格出售，4000元名牌包假货卖40元。甲州贸销局展开了超过2000次的智慧产权检举行动，成功起获价值逾80000令吉的各种音品及盗版 DVD 光碟。渎职案宣判未出席，泰相称已知英乐下落。泰国前首相英乐上月在稻米渎职案庭审前戏剧性人间蒸发，泰国法院周三宣判该案。就在宣判前夕，军政府领袖巴育表示已经掌握潜逃出境的英乐行踪，但要等到法院判决后才会公布英乐的藏身地点。娱乐方面，是张韶涵日前录中国歌唱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和昔日福茂唱片同门师姐妹范玮琪不合一是又被冷饭热炒。今天又有最新发展，有网友爆料指范范2011年和黑人陈建州结婚时曾送张韶涵喜饼，不料却遭退货。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阅读愉快。